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我们来因式分解啊。我把这个东西哈、哦，给它呢交叉相乘。那这个一组，这个如果把负号抽出去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刚好是 y 平方减二 y 加一嘛，这刚好是可以因式分解成 y 减一的平方。那这个交叉相乘的话呢，我用一个 sy 哈、哦。它、啊、跟 y 了、啊，它、啊、中间是 s y 嘛，所以这里一定要是 x 的。它、啊、这里是三，那个是正二嘛，所以这里应该是正三，三 x y 减掉呢 s y 就等于二 s y。也就是说，这三项的话是等于呢这两个相乘啊，等于这两个相乘。啊，所以呢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，这个的话是等于多少呢？来我看看哈，三 x y 嘛哈，减掉多少呢 ？s y 平方三 x， 三 s y 减掉 s y 的话等于二 s y， 所以没错，所以是这个乘以这个了啊。这个的话我又可以抽出 x 来，抽出 x， 然后 x 呢叫 y 减一啊。y 减一嘛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 y 加三，啊减掉多少呢？我再减掉 y 减一嘛。好，那我现在我可以抽出 y 减一啊，我这是 y 减一抽出来，好，抽出来后这个乘进去嘛，叫 sy 加上三 x 嘛，啊减掉多少 ？y 减一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 y 减一啊，啊乘以这个是 sy 加三 x 减 y 加一啊。好，那这样就因式分解完了。